包一人两百，两百块钱，我姐一人两百六，两包，好贵，这不有啊？这当然哦，这个，哎呀，你敢换哦？我实在不换，俺自己也不换，你都不想换？你这都想要换？哎呀，大家想要换？两百块哦，两百块钱，两百六，两百，想要换？两百，两百块钱，两百块钱，一百六一包，一百块钱一包，一百块钱一杯，全部三块钱一杯，一百六，一百块钱一百六，一百块，来不来？我啊，有人要我啊？我啊，好来，我来，我来。现在几点？我被偷进来，阿姐阿三百啊，黄金三百，黄金三百哦。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先来，我被介绍做工过来，阿姐我先来一千来，大只四只百块台，只不过两三二啊，二件只不过三百块，不啥钱来。一千块钱，七块钱，七块钱，八块钱，还有一只海参木鱼，一千块钱，七。还有一只海参木鱼没有拿，三块钱，我八六，没有人拿，七块钱，我八六，一年啊，我八块钱，我八六，五百，五百，到十几来，下来，看起来，帅有人无？帅有啊，帅有啊，啊，恁几块哦？恁来啊，帅有啊，帅有人无？今天写都是钱啊，帅下来，反正我吃海参，但只要电车，电车来卖开三块钱，电三块啦，三块钱，卖开一千块钱，弄来两千块。弄来千五了，弄来一千了，现在一千块了，所以话一千块，一千块块，然后奖品是奖，奖啥？第三个五百了，五百现在五百，所以话是无事啊，五百现在五百，五百现在，所以免免介绍了，四亿个现在五百，两亿五百现在，新增鞋到处鞋了，所以大家来来，继续，谢谢啊，三亿五百，四亿五百现在，进来进来啊，四亿五百现在五百。然后趁你今日来接袂啊，规规单袂啊，然后趁你出条利钱，不多钱。老细老三工。老细老三工啊，加加多些。加五百，四百块。真系，五百真系五百嚟，两条五百真系三条五百，三条五百都系，都系，都系。真系，五百真系五百。三五六三百五来，哎不，三百五现在，多少皮钱？多少皮钱？我不然去找伊。我找伊哦，三五现在三百哦，差一点点三百好卖哦，一点卖一百，你给我差一点点三百好卖。三，哎，今年五百，来，今年这个设定啦哦，我帅哥两千少俩，四叠五百到五叠五百俩，今年这个设定，这个设定你知影哪会啊？这两台来三台五百，真系四台五百。所以真系五台来真系五百，五台来五百真系五百了。五百块真系五台五百真系五百。嘿，五台五百卖啊！四台五百，五台五百卖。系啊，老多老多咧，想无咧？五百真系五百，想无你真系五百只了。六台五百真系。真正做牌，真正想无。你我想你空气啊！真系五百真系五百，这两台五百，三台五百真系，四台五，五台六台五百真系五百。来，来，我先来，我一个先来，我包，三两叠钱来，三两叠，两叠我包三两叠钱，我包三叠，我包，三两叠，来，这我包五叠，五叠两叠，我包来，五百块来，五千块来，五千块钱来，我包来，我包钱来，我包来，啥来？来，五叠我包钱来，五叠我包钱来，我包来，然后我一只，我一只多叠，我一只碎叠。靠等靠低就输，输晒了，你玩着三只，我系六只。你今晚未识，但你讲，即系谂下佢识。我啊，唔好啊，唔好啊，你惊死啦！你惊死啊！我输，你讲你惊死啊！你讲你惊啊！可以可以，那可以可以，我真系惊死，可以啦。可以，惊死啊！可以。你今日包啊？五百，好，你唔做咁耐嘢，好嚟。即系做几件包，买过啊？两百先，做几件包先，两百。啊，好来，你无来哦，你做啥来？阿三来哦，阿你要偷听？我袂知啊。袂，是去来，是去来，是去啥来？就是去过去过来无啊？啥来？啊，就是去哪里来？要破门破门破就去了啊！我讲你啊，再死啊，要外口一千门，再死死啊，要外口一千门了，知？啊，一撮囝袂起，一撮囝硬硬一撮破门哦，就来落地两百几块，嘿，咱两百块包好好啥来？啊，现在过一千块。这边讲 How to write 是我弟哦。How to write 包好啥？吃饱睡。一百了，你来了。他应该是切错。贵了，那谁？
账号了吧？对，快点过来，拜。到后面不会。什么事？来拜。问问我，我叫讲去这野生做，你唔赞助我一次啊？对唔来？这旅行啦，这旅行啦无？这旅行啦，你有冇去旅行啊？有无？有位哦。这下沙包下来，到那边吃下来，你要哦，你要哦，两包下来，两包下来，然后有人到以后就下次变成100块，我上次买就拼五百，然后可是他卖的忘记了，他说哇，拼包下来，你自由皮啊，包过来，我看你这个拼过半，你先玩啊，然后客人就说你请来新带，我留下来，你看对哦，黄金仓啦，这条看唔看？这条红仓我都食几尾只个哦，上届买百五块，只尾百五两尾三百，两尾三只只，上四只只，卖开100，上四尾100只，100了，500只个包，无啦，两个只，500了，只个包，500只个包了，500只个，500只个，500一股，500两股，500只个包，再来放倒来，来无个只个，我只个无倒来，要么来，多只，我只个买两尾只个。三百六哎，反正你到第几关恁看扛的？电梯对得到啊？哎，电梯哦，电梯加，加点个副电来接你啊？哦，哎，老人开门哦，伊就安，老人开门就安。哎，目睭会发金的？真空的，目睭会发金的？无，目睭发亮，目睭改亮。还十八，还十五。几位能包位啊？几多？几多只哦？你买偌济啦？有人问啊？两只啦。讲若卖只200了，你听袂哦？卖只200啦。第只还不第二只，你听袂？卖只200，多少钱？500，几块500啦？哎呀，几块几块呀？1000啊，怎么个月你无去算哦？啊，免出价，后边拢我哩啦，后边搁有咧，后边现在算算还搁超过100位啦，啊，你1000你爱无啊？你白干唔对啊，竟然全世界拢等你。哎呀，我你买五百就安尼。用什么不要钱啊？才四块尔，才四块尔。你不要钱啊？才四块尔。5000，500，3300，1800，还是不买500哟？一买啦。300两个。赶快，500就去做头个买两股票，今日不止，今日不止1000，系无？做头个买都赶快。没吧？500了。没吧？没那，没那么多。你头壳买的都是500，对第一买卖啊，全部是买。没，只爱4买。今天不是讲卖几买尔，今卖四五买，真系500真系500，500块啊。无哦，无哦 ，OK。500块。啊，这东西几买200好不搞位啊？拜托的，拜托的，帮我忙。来，阿哥先来。这东西我就讲一下，这东西来，粉丝啊，东西来，然后一东西丢去沙滩顶来，这东西卖就是活动的，等到你阿个买，阿个买东西就知。这我讲，这等于哦，特兵啊，这些你免不发啦，免不发，这那个钱啊，真系活大了不叫，这些大只你来看卖，这几只台个卖了这台个无，这哦，外国几只台个卖开500真系，1500能卖1000真系，两千真系，卖啥子真系，500了变1500好了，500真系500了，500好哎，500，三只500外叫，两只外叫，可怜，太贵地方，太贵真系，500真系500。要叫他结婚啊！四家嘞，靠四家！四家当大龙那不来哦？要几千啊？不啊！不会嘞！哎，今麦
真正来哦，真正有。你哪知？你哪知？你哪知有人包鸡买？不是，哈哈哈哈哈。无你无遐，你无做人好，你去帮人买。迄条好无啦，还无嘿。无，我是上边咧，缩边缩边。哎哎哎，去活动的啦，去活动的。十点嘛？十点来哦。不啦不啦。下年哦，下年真系先差分差分多只叫，我食伊无啦，无食。我今我要落去啦，即坐坐买去摩托。我半年才第一次摩托要来着。我上去。啊！真，我发现一个包嘞，我发现一个包嘞，单位真系，真系我发现一个包，超过我发现一个包，来好嚟，好嘢真系，一百了，真系一包，偷掉哦，我唔食偷掉，再真系两百了，北京两包，北京两包真系两百了，两包好唔好啊？北京两包，北京两包，北京两包好唔好啊？北京两包好真系两包。我就先来，你听袂？无偷你，要就先讲一下无？你左边我话，先就包尔，哈？一包袂完啊？哎，一包还边袂完啊？你左边我话，左边啦，早餐店四至五百，对哦。它是四至五百，明白？不是，来，我先来，六至一千，我先来，是八至一千。喂，喂哦，十点嘛啦，几点啦？改进了，好吧啦，放下个包，听我。放下呀，啊。放下来，好吧。哎，慢啊，你改进啊，我平常跟你讲来，好不好听来？好吧啦哦。对，八支钱，单董套丝，他单董扔起来就是套丝，那是单董的软丝，比套丝还要更贵。然后那一次发起来大概就是一个盘，被一个盘子大吧，一支发起来大概一个这个盘子大。这无你卖一百零八，这超的零，这贵，这无这是白银啊，白银个小来，真系，我发现个白，十点啊，无多来，真系。我等你，无紧，你等我一下，等下先来搞讲我来。我是叫票员机进来。超会领奖，三百领只嘿，三百领来，超会领来。这超会领只三百领只没出去啦吼，没出去来个来。啊，这看就这种包出来，这种包出来啦，哎呀，还五百五百啦。你看一下，超人来，超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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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用烦恼，刚好等钱。今摆头先你问看卖啊，风险啊一斤哦，你啊二买就一斤哦。你买就对了。一斤哦，那么你一买你肯定不会买的，是他的事情。钱来钱去，钱不够是他的事情。昨天买一支软丝做250，
一支是250是正常价格。正常价格，你知道一千二欧了？对不？正常的嘛，对不？好去吧，太紧啦，过吧。好妖，好白不？大只来的哦。啊，你一百块尔啦，嘿啊。你食是看重量，无你看食的。啊，有时嚼到 Q 四，我拢规天拢 Q 四嚼哩，达到顺了啊。你要喝最中间那一盘就是，来，这边去搬啦，这边去后边搬啦。去搬。哎。哎哎哎哎。来，给你哦，找你钱。来。市场行情250，对啊，差不多啊。然后他卖四支500块啊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个白餐多少？我不会，我我觉得我已经，哎呀，别吃饭了。我对价钱我是很奇怪。别吃饭了。只是怕你们这各种像这种叫卖看久了以后，你们出去买东西那个会。落差太大，你们会有点买不太下去。缺点就是这个，你这种看久了以后，你们去那个买外面买海鲜，你就会想说，啊，他200，啊，这200，我那边才买130，我才买120，我才买120，那就是，外面就很难买到，这是缺点。好啦。量要稍微多一点。宝贝，看宝贝，宝贝讲的。我十年没回来呀。这宝贝。我十年才回来呀，五年回来呀，你上宝贝呀。你老爸不敢叫上去嘞，我跟好朋友，我跟叫出上嘞。我跟几代人无人敢叫上去，我宝贝。不过这个是个别无啊，你别怕走。我跟人不要讲，我叫伊个人留下啊。哎，你大都，大都，你大都无秘鲁一点红茶哦，都会困嘞。这边八点有留言，讲今仔卖400块啊，八点哦。这老啊，中央来，最后那个古爷，大哥他妈当时在几个之间有关系？有哦，有差哦。哪里啊？你差不多都摆都够较好啊。正常呀。
过这站已经要多少台车？哦，开啊，开啊。啊！安尼，阮迄算成功哦，阮迄算成功啊！一季花开了，阿母搞几多钱诶？阿母叫我听都无咧。伊要去趁钱啊？你知无？真诶哦！因咧敢是下做国中、高中、高中啊，高中有分数。那高中分数啥？较俗啦。高中诶。高中较俗。高中有较俗啦，高中啊，是哩。高中。伊若高中伊啊，那我给，对啊，就是两只乌龟鱼250，都好贵哦。两只乌龟鱼250有点贵。我不求一龙母，龙母搞。一片石目鱼肚130，哎，蛮贵的。蛮贵的，他这边看了早上的石目鱼肚，1500块一片，是大片的。你看我瞧了，一片鱼。他这边的乌龟鱼就是250大只的。有时候三只卖，最近三只卖200块。干啥子呀？你要回啊？就钱啊，无啦，今日这摆，今日这摆面就钱哦。哈哈，中间迄个后个人来搬的时候，你就叫门，叫人直接停了对吧？直接叫，啊，免叫门搬啊，叫门搬啊，就今日摆，直接叫对吧？大家搬啊，搬啊，我想就钱就来做大对吧？嗯，有啊，到底有无贵啊？要再吃鸡啊！龙王的石目鱼肚，你有买过，很好吃哦。你女儿不吃鱼，都说她都喜欢吃哦。不要是新鲜的，不要是新鲜，不要是新鲜。你讲工商？啊，不是啊，工商。你讲工商？不是，不是哦，一定别人哦。哎呀，100，这个500，这个100呀，500，这个500。多少？没收100了没有？没收100了？没收100？没收100了？你只会全部十块钱嘞，只会全部十块钱，只会收130。那就500。很好吃哦，超好吃的。75，另外我帮你啊，这个大只，跟另外一个大只，我要黄海啊，没有货了。我讲我，黑皮的话对啊。
好，一点摸进来了。还有一个鹏哥，我爸来。鹏哥的私密度可以卖到1060块，超好吃，全台湾最好吃的私密度。鹏哥的，鹏哥好久没出现。老板。哎呀，大概几点左右去？你说土城吗？土城哦，土城可能6点就要到了。土城可能6点就要到了。我会，接下来，拢五只个条啦，条不少条咩啊？三百。三百有啊，今天有鲑鱼啊，整只的，右边有，还有三只，整只不吃哟，还有三只，整只不吃，跟整只不吃，汉堡吃啊，定吃，3点外钟吃不完。你今天嘛？这不时间吃。你今天密度嘛无恁着呢？我以为货没有很多，为什么空箱子那么多啊？好奇怪。iPhone 就可以直播啦、对啊，那其他的呢？其他只是充电跟麦克风收音的、因为这样收音比较清楚，这样子。看起来没有插在这里啊，另外再一个插这边啊，它充电是这个啊，上面是麦克风，下面是充电，对。那你那个讲话就可以进去里面了。对。哦，就等于是在录影，就是讲话的可以录影，一样录进去就可以。对。土城，我想大概6点比较刚好。因为我怕你太晚去的话，可能没有好位置可以站。土城是比较特别的哈，就是他们那个桌子摆好以后，就赶快站好位置，然后就可以开始买。手机重量而已啊，这个很轻啊，就手机重量而已。我还给人家扔去吧，你还扔去吧。
酷哦！你这个是算是固定的啊、哦。如果人家像那个网络也有人在直播有没有？他、在里面搞里面直播那一种，是有一样吗？有那个他的配备啊？因为他有在走路，他就要有拿另外一支三轴稳定器。哦，三轴，那个三轴稳定器就是会配合你走路的，你走路会起伏，但是它三轴稳定器会固定，它不会起伏，它就固定在同一个角度，那叫三轴稳定器。它其他都差不多，其他都一样，只是我这个如果拿来走的话，就会晃得很严重。可是如果三轴稳定器就不会晃，上面就不会晃。那还要配了那个麦克风吗？通常有，不过麦克风有分成好几种。这个我这个是收环境音，它有些是别在身上的，叫主持人型的麦克风，它是要收自己的音。那我这个是主要收他们的音，所以我不能拿那种。那像有些人是他是以自己讲话为主，他就必须要别在自己身上，然后介绍周围的环境。对，那种叫做别在身上型的麦克风，那种比较贵，那个要大概3000多块。我也有。啊，像这个就是，这个是收环境音的，这个比较便宜，这个大概2300。但是这个膝盖好像不太方便。不会啊，这个出去了一个走路的时候怎么的？不会啊，你看这个，那个锁起啊，锁起来它就不动了。对，放在身上也不好放呀。这个不是放身上的，对。你那个是固定可以的。看一下，500，300，100。好，谢谢你啊。OK。超级500啦，我300啦，还没收一百呢，没收300呢。我不知道今天后面的空箱子有多少，有点意外。我觉得今天生意算 OK 了，算59分没有到60分。你这个哦，超级500。来，对啊，超级500，健康平平。我是健康500，我是健康500。看一下现在几点？我盖啊，成功啊。OK。OK 啊。啊，今天就这样子哈。我爸。今天就这样子，我也准备要休息了。也让他休息了，准备倒数计时。如果有要来买的哈，赶快过来。爸呀，快过来。快好了，北京啊。还有三只鲑鱼，好吃我啊。北京。别来啊啦，昨天忙不来不动啊。倒数计时五，进来吼，卖听伊讲，是啊，伊讲卖来，你就爱来吼，卖猜伊。三，收播咯，最后面再帮我按一个赞哦，按到500个，按到100个，按到500个，按到500个。一，你们明天最期待的土城，跟第五市场怎样？我就不一定说土城好，第五市场也很好了，怎样？拜拜，收播。怎样？上礼拜第五市场啊，羹也卖得不错啊，怎样？拜拜。这羹几块啊？